我哋而家睇建议276尺嘅一房单位，呢个一房单位好市正，你见到系圆形嘅，有入嚟就冇乜玄关位，好实用，一个一字型嘅厨房啦，佢就冇两房咁深，但系都 OK 好用嘅，柜收纳量都好好，同埋佢有晒啲把手都方便嘅，摆位上基本上就系呢边就系 sofa 电视。有一个露台啦，露台又好方正，都是一个好好用嘅洗衣机嘅位置啦，即系工作区啦，都非常之好嘅。同埋佢呢啲个设计真系好鬼正，佢入门位就基本上摆咗个鞋柜位，都方便你用嘅。然后呢度个浴室就一个 T 字型，即系做咗三分嚟嘅设计，系做得非常之靓嘅。主人房嘅位置个凹位咧。啱啱好可以整一个衣柜啦，可以做顶啦，然后有个窗啦，做出嚟嘅整个户型都好实用，好靓仔，价钱就380几万，超级特。现时柏伟森加推咗第二批价单，涉及82伙，折实价由391万去到1087万，当中嘅一房全部集中系 Forest Mansion， 即系低座嗰边，全部都摸翻泳池景，户型景观其实冇乜分别，最主要都几难抽，祝大家好运。拜拜，好多次啊。